路上面台北市的人被称为天龙国的人，因为好像有一些不在台北生长的人会觉得台北人有一些特殊的观念或者是习惯，让他们觉得很意外。嗯，那光是称呼别人为外县市这件事情就是很过分，就把台北自己当成是为主为中心，然后说大家都住在外县市。是，所以呢，康熙来今天不会用外县市这个字眼，就是不住台北的人哈。外地可以吗？不可以，就是其他县市。播给大家看的，但又不是播给台北人看的。对，而且凭什么说台北是里面，其他人就是外面？在我心中，只有明星跟路人的差别，其他都是太小格局。对啊，好了，徐熙娣跟我都是台北出生跟长大的吧，所以我们会被划分为是台北市的人。那今天我们邀请了明星们，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要告诉我们他们心目中认为台北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哈，欢迎各位明星们。两位台北人的代表在康跟熙的对面，好，欢迎你们两位。欢迎两位。你们两位今天要坚强一点哈。我们会坚强，台北人韧性很强。可是沈世鹏还蛮不像台北人的。对啊。你是台北人哦。他原本不会讲台语哦，他是为了拍台语剧才去学台语。我以为他是本来是很溜的台语，是硬要演国语剧。没有没有，小时候只有跟阿嬷讲，但是讲得很差。燕君呢？其实我是在南部出生的，我是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出生的。但我出生以后，家里就搬到板桥了。嗯，然后就从板桥那边住到现在，然后所以都在台北。你的解释真的很详细耶。小六年级跟国中一年级的这两年，因为爷爷的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又有回到嘉义去住两年。所以你在嘉义那两年，有广泛的被嘉义的同学称之为台北人。对，最近呢，网络上大家就在研究说台北人的特色有哪一些，然后整理出来有14点，目前在，断背山吗？不是啦，我是林荣啦，跟我出去玩，带你全台湾走一圈啦。好久没出现了，是哪里人？我是台北人啊。出生跟长大，出生就在台北。那你台语怎么那么好？因为我爸妈是彰化人，所以过年都会回彰化，所以台语是。等一下，这边有彰化人哦。所以赵小姐，你现在是赵乃莹。对，我改姓名字叫赵乃莹。为什么还要往这边摸？赵乃赵乃赵乃莹是开玩笑的名字吗？对。真的，因为老师说希望我可以有一点有点开玩笑，不是呀？尹乃赵啊？不是，有点热忱。你刚改赵乃莹就被大家开玩笑，真的，我好多人很爱开我玩笑，而且改回米可白吗？我想要试一下用我的姓，因为以后大家都会叫你尹乃赵哎。我没有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听到乃莹就觉得她是比较阳光、比较甜甜的女孩子。怎么会啊？阳光哪里？好，赵小姐，所以彰化人有像汉典说的。彰化人台语都很好吗？但是我其实我的台语没有很好，我有点超龄呆。认为彰化人大家都很会讲台语，这个是误解。只有我比较不会讲而已。普遍都会。对，普通人都超会讲。高雄人呢？那个非常会讲，除非你真的就是比较外省家庭。可是因为在南部，在高雄，真的外省人比较少一些。所以有的人会一遇到高雄人，就会假设对方台语很溜。大部分是，而且其实。即便是在高雄土生土长的外省小孩，也因为会到学校的关系，那因为连老师都会用台语教课，所以就变成也会讲台语。你是高雄人，可是你不会讲。我是外省家庭长大的，然后我小学的时候我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对，就我身边的同学每个人都讲闽南语，但我融入不了他们。那我生平当就是求学实习第一个当的那个股长，人家当什么风气股长、班长，我当的是国语推行股长。这个你那么老啊！高中时期的事啊，在南部那时候，不是刚刚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我读国小的时候还是戒严时期。你有经历戒严时期？你也有，你卖 gay。什么是戒严时期？我真的没有，因为吃东西要少放一点盐。像我念国小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讲台语，讲到就是变成政府政策也好，学校政策也好，他为了强迫你必须要讲国语，所以就是你一讲台语，你就要挂一个牌子说，我不能讲台语。你们两个的年纪怎么赶得上推广国语的时代？那时候学校都会挂一个牌子，写禁止讲方言。对，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我在下课的时候。几年次的人啊？六七的啊？怎么可能？没有你们台
北不知道，因为台北的学校比较少会去，学生们比较少会去用闽南语。思嘉是台中人，对，有经历过这件事吗？我没有经历过。思嘉小我们很多岁了，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管这件事情，大概只有管那一两年，后来就没有管。因为因为台中人其实蛮多也都蛮会讲台语的，可是在台中就没有说讲国语台语的问题，因为都可以通。听说有人认为台北人比较不会骑机车。对，台北人有很多成人到现在不会，尤其女孩子，怎么可能啊？台北机车最多了，好不好？没有，你去高雄看看，台北摩托车台北没有不骑车的，台北人比较不会骑摩托车吗？怎么可能？台北骑车才厉害的，你看，你看，我不会。对，所以你知道台北，我上来台北之后，我大概20出头岁，哦，对对对，而且要戴安全帽去。对，我刚20出头岁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发现台北人他们不太会认路。然后呢，也不太会骑摩托车，因为都有公车跟捷运，所以就比较方便。在讨论摩托车之前，刚才说不会认路，你讲过一个地名，所有台北人。对对，我们彰化有一个地名叫汉堡。嗯，后来有的人不知道德国吗？对，有一个后来是真的有个这个地方，后来有人就说他有可能就是他是宝贝的宝。啊，我高雄人，我也不知道。对，有个地名很可爱，地名。但有人就是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但真的有一个，就像我们以为赵乃莹是开玩笑。那你们有听过鹿港的送肉粽吗？有送肉粽，地名吗？不是，它是一个习俗，对，送肉粽是端午节吗？不是，不是，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地那边如果有人就是吊死的话，就会把那个谁无聊会有吊死的，就是有的人有可能针对吊死的人的习俗吗？针对吊死的人的习俗，然后他会把他的那个吊死那个柱子整个搬起来，然后送去那个海边，然后那一天的时候会每家家户户都会分一个符。符咒，然后贴在门口，太夸张了吧？是这种，而且你他有规定说几点几点会经过那个地方，那你们那边的人都不要出。这个你，你看这就是高雄人会做，无聊。你是高雄人会做，浮夸，浮夸。可是这跟肉粽有什么关系？它的名字就叫送肉粽。那肉粽在哪？因为肉粽就被吊死，肉是人是不是？我不清楚，就是。所以如果我在鹿港，我跟别人说，我等一下送一串肉粽去你家。他会以为你要送个门梁过去。不行，我不相信，这应该是老一辈的人才有这个说法。现在还有，你说我们现在在鹿港，还是不能跟人家说我们要送肉粽到人家家里？不是，就是那一个习俗叫做送肉粽，它就是它名称就叫送肉粽。可是台北人常常说我们要送肉粽去，没有，那是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那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好像台北人自己要承认说，台北人对于距离的判断常常是偏见。对，对，是这真的。你说南港跟板桥比起来，以台北市为点的话，南港是比板桥距离上是远一点。台北车站来讲的话，去板桥虽然会比去南港近，但是因为中间有太多红绿灯。对，你到南港也很多红绿灯。我从车站一上就直接上那个高架什么市民阶梯顶就下去了。到板桥会经历很多困难，所以我会觉得我会用时间来分辨哪里比较远，哪里比较近。所以实际上距离哪一个比较远？那个。南港比较远，他们都觉得只要过河就会比较远。对，比如说我过桥的感觉，比如说我住永和，我从我家到国父纪念馆大概不塞车10分钟就到了。我也是跟我台北朋友说，问我住哪里，我说我住永和。哇，怎么那么远呢？我说哪里远啊？太夸张了。那你觉得永和跟天母哪个比较远？天母比较远，天母就远多了啦。天母好远，天母比较远。天母挺，而且天母很难，天母还要过士林呢。可是永和感觉有自己的神秘世界。没有啊。没有，对不起，天母是台北市哦。对，我知道。永和不是台北市。对，但是你要找一个，比如说东区是比较繁荣的地方嘛，市区嘛。我到台北车站，我到东区都比你从天母过来这边还要近。是哦，天母其实更像自成一个区域。你看台北，因为我也有住过天母，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我现在住内湖，然后我住在台北市的朋友，真的是很市中心的朋友，他们就说你家住内湖不会很远吗？然后内湖明明就是离台北市，内湖最近新店近。对，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新店很远，哦，没有新店。宜兰了吧？我觉得台北人都没有地理观念。不是，我有朋友住在新店，我
不是觉得大家看好久，因为我有住过新好天母跟新店，我都有住过，所以我每次跟我朋友讲说，我家在哪里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表情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住那么远？就像我以前住新店，新店好远哦，你回家要多久？我说真的也还好，就20分钟。因为如果我朋友吃完饭说他住天母，我就会说那我送你回去。可他如果他是住新店，我就会觉得我就不会送他。方向是不一样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路程真的没有方向不一样，然后好像这样分开，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他就是也没有过桥而已啦。南北文化大不同，郭彦均当场杠上了哦。台北的排队遭到一个评论是说，排了半天队，结果买到的东西并不是很真的。对，台北的小吃，你们都经历过这件事吗？真的。最后吃到的东西是令人沮丧。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告诉你们，排队排了3个小时，像人对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有期望。当你排到的时候，我说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如果说真的没有到特别好吃的话，你会把那个愤怒放在那个食物。这个太脾气，对不对？